你一定要把这个绳子拉断，不然的话，你会被绳子勒死的。你会被射中的。 没事，闭上眼睛。儿子，挺手吧。妈，你怎么又这样？你为什么要帮他？为什么连你也要跟我作对？我不想再害人了。 作弊，那我就只能选择用这种办法来放他下去了，来放他下去了。 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来，林浩，你流了好多。不是说了叫你别看了吗？上面的人中了梁少秋的毒，我上去帮他们治疗。走吧。 密室封了，我去想办法开门，你在这等我。林浩。